好，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我是碧秀，为您所推荐的大爱剧场是爱上胖滋味。这一出戏啊，主要介绍的是住在高雄的面包职人方汉武以及蛋糕职人陈素贞的故事。面对烘焙专业，在拍摄之前，剧组特别请本尊来教男女主角做面包，这让韩一邦、方佑馨啊扎扎实实上了一堂专业的课程，学习制作面包。当然喽，在过程当中，他们也感受到本尊对于每一个步骤严格的要求。只是啊，这样的专业技能，两位演员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马上学好呢？在现场还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透过 VCR 的呈现，一起来看看当时候拍摄的过程。好，那我们气包。再整形了，让它圆了。我是讲等下给你做橄榄球。不是，我以为这顶是。大爱剧场爱上胖滋味，讲述的是高雄面包职人方汉武和陈素贞的故事。男女主角特地在开拍前拜访本尊，学习面包技艺。虎口扶着，这里是这样子。有教一下，就是教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手势啊，一些动作。哦，手势对的哦。抓上来，一开始这个你会怎样？用虎口，用虎口。有哎。左手是虎口，右手是虎口。我是觉得很难啊，很难。它那有很多东西，像我们今天就有学那个面团怎么揉，其实那个施力的方式就不一样，那师傅揉出来的感觉有分。往内挤，往内挤。他最后当然是要靠手，很稳定。手，还是这样吗？做什么我认识你，你有面粉机？不是，那个是，那个手感哈，你要跟你一样的问题，对，你看他们皮肤都好好哦。对，这个每个行业都有专业性。这个肯定要专业，对不对？不简单，结实。对啊。对对，就只是一个手势。非常讲究，然后他也很讲究他的就是面包拍摄。我觉得对方师傅来说，面包就是他的作品，所以都会非常宝贝这个东西。我爱吃的东西。蛋糕。小虎饺。这个。觉得困难吗？其实很困难。满意吗？哇，我要擦的哦。不行，我都做不出来。所以这不简单。太难了，这个。看的时候好像觉得很简单，就是涂上去而已。可是等到自己实际的操作，就发现其实一切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我期待有人解救我。哎，这是我女儿。嗨，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今天怎么会有这机会，有这时间过来？今天说要当替手啊。就是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做面包的戏。全部都有替手。不是听说你们有做吗？没有，我们会做，我们至少带到手远的时候，镜头远的时候就是 OK。可是你很细的时候，还有挤蛋糕的花纹那种，那种都是要几年人家才有可能做到那个动作。那个近的一定就是还是会师傅来帮我们做啦。现在就是要拍做的过程。来，这个小的在这里。这场是算是素贞跟汉武比较贴近，一起在完成一个蛋糕，要给那个店里面烤给妈家，也算是素贞正式成为师傅前的一场戏。对，就是功夫技术确认的一场戏。毕
竟我们都不是做这个的专业，所以就可能要请专业，像今天就有师姐或是经理来支援我。3、2。事实上都是门外汉，这些东西我们一窍不通。对，你不是说短期间内就会很了解这些过程。然后还好这次师兄师姐大力支持，然后一直支援我们，然后也把他们那个最好的师傅派出来，这样才有办法完成。可以的，谢谢，谢谢。好，感恩。谢谢。从面包店到厨房，面包、蛋糕制作的材料，还有人力方面，包括了专业师傅以及店员支援等等，方师傅都不吝于提供协助，这让剧组的拍摄过程更加的顺利。当然喽，大家也感染到这份专业而坚持的态度。虽然有师兄的帮助，但是这也考验剧组人力的理解力，因为他们必须要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很清楚制作蛋糕的所有步骤，这样才能够一次完成拍摄。当然除了剧组有压力之外，对于饰演陈素贞的方佑兴来说，这更是一个不能失败的任务。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怎么装的？虽然有师兄姐的协助，但剧组也必须在短时间内清楚所有步骤，才能进行拍摄。您的是布袋里面的，这边的。对，这个完了以后，你把它弄过去，然后才，这个可以了吧？会开吗？不是啦，不是这样切开来，把那边放过去，放过去，然后这个没有了。抹奶油，先抹奶油，先抹奶油，抹平，然后抹平，抹奶油之后，再铺这个，铺成满满的一层，再把那个拿过来，把它盖上去，再铺，再抹奶油，等于就是做蛋糕了，就不是行，我也没看到他剪刀的，都要去学，所以我们会提早下来两天，然后我们会就跟小猪就会分工合作，他去看场景，然后我要去学做面包，然后知道一些做面包的大概的流程顺序，大概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等到我们要做最后步骤要开始磨果酱的时候，我们已经拔不起来，因为它已经硬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现在看不见。来，拿出来。一样的框完哈，好，算了。拿出来。吓坏我了！你也吓坏我了。就完成品的时候擦完的机，完成品的时候轻轻拽一下。经理可以站我这边。那你就用这个手。还是教他摆好了。怎么摆？因为这个摆上去我就不能拿下来了，因为我那个上面的面。对。你先用那个试好了，好不好？你先用那个试。没有，没关系，就直接放在这里就好了。就这样。那等一下，假设还有空位的话，我就看你要两颗葡萄还是四颗。对称的。今天没有麻烦素贞师姐来这边支援我们。对。所以就只能他。对，只能他自己。你看那个蛋糕的面，我们只要放上去的话，如果它放得不好，再拿起来，它是不能重新再来过。对啊，再重新弄，再对，所以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非常紧张。可以，可以就。我们师傅是男生，然后手，因为毕竟这一场戏是我在做蛋糕，所以还是要有女生手在里面，所以我就。然后摆盘的部分基本上其实应该是还 OK 这样，所以我还是得就是亲自下来做这场戏。好，没有来，5、4
心脏快跳出来了。我刚刚在摆盘的时候，我是边憋气边摆盘，因为它的镜头非常非常的特写，就是特写到它等于是整个镜头就只有两个水果的大小，非常战战兢兢，所以我刚刚是等于有点半憋气的状态在做这件事情。有专业师傅的技术协力，加上剧组的各部门配合，让剧中的面包和蛋糕都能美得像艺术品一般。很美的，对，因为尽量要把这个面包当成是一种美食，当成是一种这个方师傅的一个经典之作。要拍的是个梦幻的一个面包，这个舌尖上的面包。爱上胖滋味，剧情越来越精彩，幕后花絮都在大爱会客室为您呈现。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下次见。